大家好，欢迎到 Sis Mandarin 来。今天我们会看开讲了这个节目。开讲了，开就是开始，讲就是说，说话，讲话，做演讲。好，开讲了就是开始演讲了。我们今天会听成龙的演讲，我们会听成龙演讲中的几句话。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，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，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成龙，我想大家可能会知道成龙。你看过成龙演的电影吗？好，成龙他是中国香港的男演员、导演。成龙是中国香港的男演员、导演。反正记住，最重要的细节定于成败，每一个人的细节很重要。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好，那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。反正记住，最重要的细节定义成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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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反正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反正他就是不喜欢做这份工作。反正他就是不喜欢做这份工作。好，那反正一般会放在一个句子的前边。好，反正他就是不喜欢做这份工作。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他放在前边，他反正就是不喜欢做这份工作。好，那反正就是不管怎样。好，那反正记住，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细节定义成败。好，细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细节。有时候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。有时候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。好，那细节就是很小的地方。好，那成龙他想让我们记住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细节定义成败。好，细节定义在这里就是决定的意思。细节决定成败，成就是成功，败就是失败。细节决定你是成功还是失败。好，反正记住，最重要的细节定义成败。每个人的细节很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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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每，我们说一般都会有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个人的细节都很重要。好，那在这句话里呢，没有都，每个人的细节很重要，也可以，但是一般我们会有一个都。好，每个人的细节很重要。为什么细节很重要呢？
因为成龙说细节定义成败。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，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，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，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现场，现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现场，现场。他会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。他会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。好，他会现场，现就是现在的意思，场就是一个地方。他会现场，就是他会现在就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。好，他会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。在现场，好，这个现场我觉得成龙指的是拍电影的地方。在现场，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好，那我们看成龙建议我们做什么，我们怎么做人做事。他说一点一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点和滴。好，那滴我们看到一滴水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滴水，一滴水。好，一点一滴都是很小的东西，一点一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子。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。好，我们在说这四个字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一这个字会重说，一点一滴。我们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，我们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一点一滴在这里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积累起来的。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一滴水是很小的，那一点一滴就是认真的做事，一点一点的做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。反正，反正。细节，细节。反正记住，最重要的。细节定义成败。反正记住，最重要的。细节定义成败。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。我们要一点一滴做人做事，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现在我来读一下，没有拼音。红色的字代表我们要说的重一点，是重音。反正记住，最重要的，细节定义成败。反正记住，最重要的，细节定义成败。每个人的细节很重要，每个人的细节很重要。在现场，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在现场，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回答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成龙让我们记住什么最重要？成龙让我们记住什么最重要？对了，成龙让我们记住最重要的是细节定义成败。最重要的是细节定义成败。
就是细节决定成败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对成龙来说，什么定义成败？对成龙来说，什么定义成败？对了，细节定义成败，细节定义成败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做事情？我们该怎么做事情？对了，成龙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该一点一滴做事。我们该一点一滴做事。反正记住，最重要，最重要的细节定义成败，每一个人的细节很重要，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希望你读懂了这三句话，也会用中文来说。好，那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